站位侦测器是采用温度矩阵，做到室内定位，进而联动各项服务。这里我们采用两颗站位侦测器，搭配调光灯使用。左边座位坐人，所以灯光维持 100% 的亮度，右边则随着站位不同逐步调亮灯光。当然，离开座位后，灯光也会跟着逐步调暗。